坚持做好茶的天人名茶，创建远东区最大最现代化的香山制茶总厂，并开放游客参观休憩，让游客在茶香四溢的茶园中走趟心灵之旅。全场皆采用业界中最新颖的设备，一贯化的作业，负责精制、加工、包装、品管及运销等工作，并以严格的品质管制，七度荣获卫生管理优良食品工程奖。这无比的荣耀象征了茶叶界的骄傲。在产品上不断的研究开发，求新求变是天人名茶的宗旨，因此天人名茶积极培训制茶专业人才，致力于大众口味的开发，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粗制厂汇集了精选至全省各地茶区的粗制茶叶，再交由精制厂加以精制处理，利用筛分、切断、拔净、风选、剪角等一连串的机械化流程，确实将煮茶和其他复茶分开，使茶叶更臻上等。而加工厂的室温烘焙，为的是使茶香更浓，茶味更纯。此外，花茶也就是香片，则要经由加花熏香的步骤，才能使茶散发出淡雅的花香。另外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以创新的技术与观念，将高级茶叶放入冷冻库储存，让茶叶仿佛冬眠般，以低温将茶叶的香气与新鲜加以保存，使得茶叶品质划一，更是未来计划将原料生产国际化、开拓国际市场的秘密武器。包装厂则是后段的重要工作，依照茶品等级属性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不同包装，并首创茶界唯一使用的真空冲淡技术，以保存茶叶色香味的最佳状态，提升市场品质的竞争能力。另外，还远从意大利进口六部自动代茶包装机，在经由不断的自行研究改良，如今不只是同业中最先进的设备，更可因应每月高达1200万包的销售产量，以确实巩固天人名茶在代茶市场中的重要地位。此外，更于西元2000年通过 ISO 9001验证，天人名茶的好品质再度获得国际认同。